好，我们这题要求呢，这个曲面在点一负一零的切平面与法线方程式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定一个 f of x y 力，叫做 x 平方减 y 平方减2 y 力加力平方。之后我们来算它的轨点 f。那第一项呢，是对 x 做偏微得到的，为 2x。好，这个部分呢是 f 对 y 做偏微得到的，会等于负 2y 减2力。好，最后一项呢是 f 对力做偏微。得到的是负二 y 加二力，好，之后我们再将我们通过这个点代入，就可以得到二二二。因此，我们切平面方程式呢，就等于二乘上 x 减一，加上二乘上 y 加一，加上二乘上力减零，等于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要算法线方程式，这个部分呢是法线方程式的公式。好，这边 x 零、y 零、力零就是我们通过的点。好，后面这一项呢就是我们所算的。轨点 f 带直进去的二二二，所以这边就是二二二，所以呢，最后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，把这点带进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的法线方程式。